立这个经课经宝，为显经宝所存，为着要显示经宝所存在的所在，佛法修行哈，佛法就是佛宝甲法宝嘛，修行在经宝这个所在哈。意思讲，为着要特别讲哦，这经宝呐有所存在的所在，有经宝所存在的所在，得佛宝，得法宝哈，所以叫做佛法。啊，修行，修行在经宝这个所在，个别标志啊，啊，所以特别表示啊，啊，所以这是目犍连尊者啊，也是讲这个诸佛菩萨圣人，一向呢，拢认为三宝啊，拢爱恭敬啊，有佛宝、有法宝、有经宝啊，出家经宝嘛是爱恭敬，所以经宝所存呢啊，关系到这个佛宝甲法宝啊。所以经宝是一个代表、啊、所以特别来给表示、啊、那么下面说赞达、啊、赞达就是说赞叹和回答，佛言说，佛言大乘快闻五净欲说礼敬佛闻，世尊、啊、就说大乘快闻、啊、快闻就是说明了真好了、啊、真好，那么大乘就是真好，五净欲说，我拄好想要讲尔啊。五净欲说就是讲，我拄好嘛想要讲这个代志。你今佛问，所以你今仔日咧又过来问，哈、啊，意思讲你问了真拄好，时间真对。我拄则想要讲尔，啊，你就已经问了，哈、啊。那么主界讲下起根基个大善，上起信心个轻快，哈、啊。所以。这个善呢，有两个原因嘛，啊，讲为什么好呢？因为下起根基故大善，因为向下呢，契合着一切众生的根基，啊，就是讲咱末法的众生，佛的弟子，咱要救咱的老爸老母，啊，啊，拄好有这个法门，安尼真好啊，契合咱这个根基啊，啊，无这个法门，就算讲你修到做目犍连。啊，六种神通拢有啊，嘛无法度救老母啊，啊，都爱靠这个法门啊，啊，无量本的法门，所以下起根基，所以叫做大善，上起信心故轻快。那么向上契合着圣人呢的心，就是佛的心，所以叫做快啊，快就是啊，这个咱讲叫做喜乐的叫做快啊。意思讲诶，问了真好啦，啊，所以讲真好。所以咱一般诶经典叫做善哉善哉啦，啊，有佛陀有常写讲善哉善哉，啊，善哉善哉。那么善哉善哉诶解说哦，甲即个所在共款。为虾米善哉？啊，讲两摆呢？一个善呢，就是讲善哉，因为你契合着佛的心，佛陀想要教化众生。啊，你又搁问啊？啊，第二个善哉就是讲啊，真好，你即摆问这拄好会当救这众生啊，所以毋才讲两摆。所以善哉第一个契合佛的心，善哉第二个契合众生的需求需要，你都问了拄好。所以咱一般爱经典个善哉善哉啊，那么伊就是赞叹讲这地主啦，所以佛就安尼讲啊。那么这同款啊，大善快闻嘛，同款意思哈。下面讲正要说离佛闻，正所谓快闻也啊。快就是讲拄啊好啦，痛切啊，痛快啊。意思讲我拄啊要讲，啊你拄啊就问啊，安尼是正拄好啊，拄啊好。所以四十四呀啊。那么这是木莲，伊就问世尊该赞叹，讲问了正好。下面的正答，啊，正答分作四段，第一教起行，教咱爱起来做，啊，起行就是起来行动来做，啊，所以世尊啊，因为目犍连讲佛法的人是不是会当做，世尊就甲伊讲，行动爱做，啊，所以回答第一，善男子，啊，了比丘比丘尼国王太子。啊，大神宰相啊，这是咱古早的名称啦，哈、
三公八官啊，三公就是咱古早讲做上大的官啦啊。每一条的三公无共款，汉朝、宋朝、明朝、清朝的三公名称无共款啦啊。一般啊，汉朝讲做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啦啊。那个明朝、清朝叫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叫做三公啦啊。那么这个三公就是做上大诶，这个官员啊，百官、万民、庶民啊，一般的普通人，兴诸侯者啊，那如果要兴诸心啊，要孝父庙者呢哈，应该应先为所生现在父庙，应当为咱甲咱生的这个现在父庙，过去七世父庙，以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。正自助日，啊，不欢喜日，咱头前讲，因为啊，大家比丘修行，所以不欢喜。正自助日，以百味凡食，按无染分中，是十方自助精啊。所以世尊讲，家讲你问了真好。后摆的人呢，不管什么人，不管做官的人，普通的人，大家拢会当在七月十五这天啊，摄这个物件来安来。污染盆当中共用十方自助精啊，那么所以下面讲，主界讲无论出家在家，富贵贫贱，各有身心同温。不管是出家人、在家人啊，出家人嘛是做污染盆会，咱顶界讲宗密大师啊，宗密啊，那么伊嘛是。伊出家了，因老爸老母就往生，伊就想讲要用什么方法救伊老母，所以看《大藏经》内底看到《无量盆经》，因此呢，伊就拢年年拢修这个法啊。所以出家嘛，上者在家啊，富贵贫贱啊，有钱的人、善巧的人，各有身心同温啊，拢有身心，父母呢生咱、请养咱的这种的温啊。啊安得不修孝子之行啊？那会当无修这个孝顺诸亲的这个污染盆呢？啊，不修孝子呢，不但非佛弟子，也合非人类啊！啊，即讲如果呢，咱无修孝顺诸亲这种的行为者，不但毋是佛的弟子，嘛毋是人类，嘛毋是人，就对了。嘛，毋是人即类的啦，啊，毋是人即类的，就是那以经典来讲，后世人袂做人啦，不孝父母啦，精神不如啊，后摆袂做人，后世人袂做人，啊，咱精神阁会友好对无？老爸老母对无？咱古早人讲，羊啊要食奶阁会跪对无？乌鸦阁会饲老母。那么这个德行多，阁有孝心，哈，咱做人啊。如果无孝子呢，不但毋是佛的弟子，嘛毋是人类，嘛毋是人。人类就是人即类的啦，非人也就对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本来就爱行孝子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正业三宝内底啊，啊、哦，这个爱孝顺父母啊，奉事师长，虽然是这个世间法，但是这袂使无做啊。哦像咱常讲的非一非三啦，啊，二一二三，非一非三。啊，其实讲这个就是讲中道啦。什么叫中道？未使顾一个，嘛未使顾三个。所以非一非三，对无？咱讲什么叫三？咱讲来讲哦，三就是发心德、啊发智德，哈，啊个解脱德叫做三嘛，哈。啊，三个就是一，啊一个就是三个。啊，咱听个菩萨三。哦，所以我常譬如嘛，对不？你若嫁恁翁，你一个变三个，你还阁做人的媳妇，阁做人的太太，囡仔生下阁做人的老母，一个变三个，对不？啊，但是三个呢，毋是三个，其实一个尔，啊嘛毋是一个尔呢。哦，你想讲我干一个人快活就好，嫁到遐偌艰苦，啊，咩个来打嫁，连咩阁爱做阁查某囝，阁有囝，对不？连咩阁因先生阁无欢喜。啊、哦，一个就爱做三个，所以非一非三啊、哦。但是袂当干那顾三个啊，啊、哦，顾三个就张公或者人讲问阮老母讲，什么叫做空？空就是死了拢无半项。
哎呀，啊，你一世人为恁囝，为恁这个新妇，啊，是讲为恁翁、老公啊，做一世人，死了的时阵呢，啊，保险金了了，虽然拢无看啊，走了了，啊，毋是空吗？对无吼？啊，你嘛袂使干呐顾家庭啊，你袂使讲干呐顾衫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顾做新妇，顾做太太，顾做这个囝，顾做这个老爸老母，啊，无顾家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非三嘛。啊嘛非一啦，啊嘛袂使讲，干呐我家己好尔，对无？你家己出去做你的功德，啊厝内人拢无人要管，安尼嘛袂使，所以叫做中道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非一非三，二一二三，三嘛爱做好，一嘛爱做好。三就是讲你的角色，吼、哦，做人的新妇，啊，都爱早早起，晚晚去困嘛，对无？啊，透早来去，啊呐。做人的老母，啊，来起来穿便当，对无吼？即卖无咧穿便当，拢去买早点，对无吼？嘿啊，那钱吼，就去买早餐店啊。所以拢食个遮大块，拢食奶茶、可乐啊，对无？无啦，我较早阮老母有煮啦，毋是无煮啦，嘿啦，迄是我家己熬食，袂使怪。我毋是去食早餐店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啊，你啊一个爱阁做啥？啊，三个嘛爱做好，啊，一个嘛爱做好，一个就是你家己嘛爱修行啊。哦，安尼叫中道啊，袂使干呐顾家庭，啊嘛袂使干呐顾家己，顾家己就自私啊，哈、哦，不管在家出家嘛是中道，出家嘛是中道啊。有人出家人讲啊，我拢不管，咧上主的工课我拢无爱做，我干呐要念佛呢，我要修行呢，安尼嘛是干呐顾因尔，无顾三，哈、哦，啊在家人大部分拢顾三，无顾因，就拢干呐顾迄个家庭啦，顾这个厝内啦，顾这个子孙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家己拢无顾修行，无用啦，无用啦。阮孙要转来啦，啊，阮孙要考试啦，啊，哎，迄个有啥物关系？吼、啊，咱拢干呐，世间人拢干顾迄个衫无顾的。啊，修行的人有当时拢顾伊无顾衫，我家己要修行就好啊，我啥物拢无爱做，我拢不管你，吼、啊。所以，这就是爱中道，就是讲三甲一，吼、啊，爱有这个中道啦，啊。所以咱讲非一非三，吼、啊。安尼来讲，可能大家想较有啦，哈、啊！你想看你是不是非一非三，啊二一二三，还是一嘛是三？一个人爱做三个，吼、哦！啊三个实际上是一个尔，吼、哦！一个就是讲，虽然讲遐济啦，但死了嘛是一个尔，吼、哦！就像咱这个告别式的时阵，啊叫阿嬷来拜哦，对吧？叫阿姑来拜哦，对吧？叫阿姨来拜哦，叫金伯来拜。啊，拜来拜去嘛，迄个死人呢，干拜嘞？啊，但是一个死人，佫有人叫阿姑，有人叫姑婆，有人叫阿婶，有人叫阿金，对无？有人叫老母的，吼、哦，啊嘛是一个变无量的，无量的嘛是一个尔。啊，若一个死拢无半个，所以嘛是爱顾迄个一个啦，吼、哦，顾迄个一个。所以咱讲非非常的中道啦，啊，两个拢爱双面拢爱兼顾，吼、哦，莫讲干顾世间，啊，你爱顾。修行啊，啊嘛是爱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啊，咱若无修孝子，就是无中道啦。哈、哦，咱拄仔讲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啊，虽然咱的道业真重要，但是咱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嘛真重要哈、哦。所以我昨在想一个念头啊，咱想像那以过去祖师的注解来讲，咱若发愿要去救世界。依法愿得一生，金法愿今生。吼、哦，实际上，咱只要呢，就像咱这个净土的传记内底有讲，有一个祖师念经记着这个西方三圣，伊就问阿弥陀讲：“弟子上经念佛会往生未？”哈、哦，观世音菩萨甲回答讲：“净土不愿，有愿即生啦。哈、哦，净土无愿，有愿就会生啦。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依照过去的祖师的意思讲。”咱若是发愿，只要今仔日不管在界，虔诚念咪呐，甲发愿的时阵哦，安尼你就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定会往生。你若相信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若用世间话讲，你就已经考掉啊，考掉啊，佫袂去报道念头，吼、哦，考掉啊呢，即摆已经考掉，你今仔日才着考掉啊呢。啊要死讲不爱去，对无？要死讲不爱叫世界，啊，都明明考掉，人叫世界有报名，吼、哦，拢有挂名，对无吼？啊，台湾彰化县、台湾南投县、台湾新北市，
某咪人、什么人，拢写落去安尼。啊，有条要去报道，对无？真无简单，甲考条呢。吼、哦，咱有圣经福德音面，较有今仔来遮念佛，啊，已经考条，考条啊，无爱去。吼、哦，那么这就是咱来了解。第一，你都已经考条，啊，考条你心都爱安，啊，心都爱欢喜。透早起来爱笑三下，哈哈哈，已经考条啊，嘿。那么这种的心情啊，敢若人个囡仔咧考试，有个人咧若讲推荐的吼，推荐真是的吼，人有还袂毕业就调啊嘛，对无嘿啊？有还袂毕业就学校啊，吼、哦，啊是等毕业尔啊，对无？啊咱嘛是同款，咱即马就调啊，等毕业尔啊，吼，等毕业就等看倒一工时间有闲到就毕业啊，啊毕业了了去注册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对无？所以嘛是安尼啊。从较早读册时，啊研究所考掉，啊考掉就掉啊，四五月就去考啊，啊考掉就掉嘛。啊，不过嘛未使无毕业嘛，未使讲小拍讲冤家，两个叫人退学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嘛是爱保持着毕业，好好啊过，保持毕业，吼、哦。啊了后呢，啊有毕业，啊了时间到，就有些好好通啊读啊。咱念佛的人嘛是同款，你就是即卖已经考掉啊。你即摆伫只念佛，发愿你已经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掉啊，那么你着等时间到啊，等你毕业，看当时毕业啊，安怎毕业，拢每一个人无共款。但是毕业了，你着会当去极乐世界。哦，莫讲考掉，佫无爱去。哦，莫讲考掉，讲一间无好啦，咱来别间。所以这个就是咱的思想。啊，所以我想着讲安尼，哦，安尼大家拢会当轻松啊做，放轻松吼，对无？那么呢，只要呢，即摆已经考掉，啊，即摆要做啥呢？着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发菩提心，啊、哦，修诸功德，啊，甲众生广结善缘。如果照咱拄仔非非三安尼讲，就是讲，我即摆要毕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我即摆考掉要等毕业吼，所以我身边的人拢甲处理啊，好势好势，吼、哦，兄弟姊妹、老爸老母。啊，有啥物恶言呢？该忏悔吼，也是讲有啥物代志爱处理，安怎处理好势好势，大家拢欢欢喜喜，安尼较袂讲无爱互我去，因为较袂甲我撞碍啊。啊，我即摆在毕业，要等毕业尔，佫无爱互我去，吼、啊，也是讲撞碍，吼、啊，所以拢爱互伊处理好势好势。所以咱即摆已经考掉，咱就是爱修这净业三宝，就是结这个善缘呐，吼、啊，结这个善缘，后摆咱将来成佛了。即个众生拢是咱要度的，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、你的阿哥、阿姐、阿伯、阿姨、金宝、同学、同事、厝边、楼顶、楼下，吼、哦，拢是你度的众生哦，拢是你哦，无别人哦。所以咱着甲这人结善缘，反正我已经考掉，两世两世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啊，尽量做嘛，吼、哦。当然有当时做歹做，咱尽量做，两世两世，啊，着甲这人结缘、结善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。那要结缘，就是讲咱甲佛法传出去，啊、哦，传出去。咱知影就共讲，啊，讲这个佛法真好，因为我已经考掉，你嘛会使。啊，落来甲这个佛法传出去，啊，当结善缘。后摆的时阵啊，无这个恶缘哦，咱临命终唔再毕业，唔再好好啊毕业，较袂还袂毕业去用看布地，啊，古早人都在找有温报温，有受报受啊，对吧？吼，敢那咱较早。古早的人，古早的人听讲啊，古早的人咧订单啊吼，要受比丘戒哦，吼，听讲还佫行过一个行路，足长足长，暗暗哦，啊了后迄个吼，迄、那个师就对我讲，有温报温哦，即摆甚物人要出家啊？有温报温哦，有仇报仇哦，紧来报仇哦，无你若出家哦，去就走去哦，啊，就怎啊念了对？听讲古早是毋是有安尼？啊，行过迄条，啊，真正有个人吼、哦。还未修改，就破病啊，就倒去啊！哈、哦，古早是听讲有安尼啦，即摆唔知有无，我唔知道。啊、哦，我较早修改，敢那无听安尼，是安尼讲啦，是无讲讲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啊，紧来报，啊无来袂赴啊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咱即摆做就讲，啊，你记得已经哎，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咱就是广结善缘，哈、哦，甲遮亲戚朋友，咱讲人情留一线嘛。啊，日后好相看，对无吼？后摆咱搁西方叫说个，转来毋得倒行，对无？啊，若后摆
遮个人拢甲结缘吼，所以我就想着讲，如果即种个心理啦，我是安尼想哦。啊，若相信佛讲诶，咱有缘就会往生吼。那么人即马发菩提心，即马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，上少嘛中品中生，一定会往生吼，乃至众生临命终时念已经往生。所以简单讲，大家已经考掉吼，所以当放轻松啊，放较轻松，无紧张。哦、那么呢，就爱结这个善缘啦，哈、哦。当然，每一个人的心理无同款，有个人会足紧绷的，哈、哦。所以讲一寡笑话，讲笑话讲着，其实你会使搁较三八一寡，你说放较轻松的。当然，你若真三八的，莫过头的，啊、哦，本来就足散的，搁你迄落，有个人是较紧绷，有个较紧张。刚刚就咱昨讲的讲着做哈，宽却肚皮，长忍辱啦，放开啊，这个度日嘞。暗消磨，吼、哦，咱咧是讲，咱即摆发菩提心，吼、哦，啊，讲给这个善缘啦，吼、哦，那么这叫中道啦。所以咱即摆既然有念佛的往生啊，咱就是爱孝顺父母、奉师师长，咱就爱做。结善缘，咱有一天毕业啊，咱自然就去教世界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咱讲起来吼，说佛的慈悲啦，咱只要有缘，就会往生啦。有缘就往生，吼、哦！所以咱这个无量本经嘛是同款，啊，要超度者的祖先，吼、哦！那么，所以咱古话讲，不修好住，不但恢复地主，也乎非人流也，吼、哦！该应先为者，不必父庙气势，连后为之，啊、哦！先为就是讲，唔免等到老爸老母往生再来做，啊、哦，在生嘛当做。佛欢喜人呢，啊，如来应舍本为度生，啊，那么今自住人呢，啊，众经如法相教相见，啊，辗转相成。什么叫做佛欢喜人呢？就是讲佛呢，本来要应于世间，就是要度众生的。那么今仔日是这个大众经啊，自住人，啊，众经如法相教相见，啊。大家如法互相啊，开示互相叩劝啊，辗转相成，互相成就啊，令令正法救助啊，会当互这个佛法救助。又谈话啊，谈月就是这个施主啦啊，谈就是布施啦啊，啊月呢，那如果照理应该是讲波罗蜜啦啊，因为布施会当超越啊，贫穷啦哈。这个谈月啊，布施也当月生死苦，这个谈月，所以施主叫做谈月啦啊。那么有谈月呢，就是人布施要超出生死吼。得因此修功作福，功行好主啊，向佛奉法啊，所以施主嘛当做安尼来供养啊啊，向佛的奉法啊，佛的这个本事。心怀呢，伊个目的达到，哈、哦，故名佛欢喜利呀，哈、哦。那么，所以佛教讲，甲无见人讲回答讲，大家拢爱做，哈、哦。那么第二呢，教法愿，哈、哦，大家爱法愿，不但爱做，还爱法愿。愿使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，无一切苦恼之烦，哈、哦。那么做这个，有人分了后呢，才会技术啊，啊，些地主都要发愿，愿使现在父母，咱现在是父母啊，搁伫个吼，寿命百年，无一切苦恼之烦，啊，那么希望咱即马现在父母，啊，所以咱拄仔讲个，咱着爱尽量做，啊，尽量做，啊，互咱个老爸老母无苦恼，啊，即种个代志，那么这则是佛个地主。哦、所以呢，哎呦，减少伊个烦恼啦。哦，当然每一个人个烦恼无同款，啊，每一个家庭拢无同款，哈、哦。那每一个人个思想嘛拢无同款，哈、哦。比如讲我嘛是尽量减少阮老母个烦恼啊，所以我叫伊财产金分分个，较无烦恼。啊无哦，即马哦，因为减少即个烦恼，因为哦，趁头壳有清醒个时阵，紧处理你个，唔好讲。等到往生了，兄弟要冤家，吼、哦，安尼往生者，咱要往生嘛，感觉真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阮老爸嘛，介巧，
阮老爸吼，伊头壳吼，感觉讲记忆愈来愈歹，进前人伊着处理好。哎呀，伊知影讲记忆愈来愈歹，吼，但是伊即摆嘛有进步，阮老爸嘛进步，即摆看着书拢合掌。所以呢，恁后摆看着伊拢甲掌，安尼伊后摆着惯习啊。伊即摆第一个看着人着是合掌，吼、哦，合掌，吼、哦，所以着进步。所以后摆恁若看着伊着甲合掌，伊着合掌哦，真诶哦。即摆看着我嘛。对，合掌，这第一个啦吼。我咧梦想，我是讲，伊若临命终，我若去遐做念，伊就合掌，安尼咪足好个吼。嘿啊，伊若遐合掌，啊，我若要甲做念，伊就合掌安尼吼。所以这个苦恼咧，互伊减少啦吼、哦。所以我嘛甲，啊，阮老爸嘛是真巧，伊知影伊讲记忆退化，伊就紧唔爱管啦，唔爱管。啊，阮老母嘛真巧，即摆去菜市啊吼，买物件吼。迄头家拢未算出来，伊就算出来。头家讲你来比我较巧。啊，阮老母是无甲讲，有练过啦，有练过。你莫当作，早前头家都还未算出来，伊就算出来啊。迄有练过呢，即话算。啊，但是嘛是爱处理啊，啊未较尾后摆吼，讲即个往生了吼，或者兄弟啊吼，咱人众生无常吼，还无一定啦。当然，唔是讲叫恁拢处理，老人嘛爱留一寡老本嘛。你唔好讲钱拢开了了，钱若分了，囝就无看，足济。真正诶，世间人拢安尼。你若钱若分有清气拢无啊吼，安尼囝嘛拢无呀。啊，你若搁留一寡，加减咪搁转来。真诶啊，啊现实咧，每一个人因缘无同款。你若讲无半项吼，你就无半个。啊！你若搁老诶吼，啊，咱四个囡仔搁你身边，啊，囡仔着转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安尼呢，家己迄家己诶思想啦吼，恁家己去拿捏，每一个人诶迄个，但是总是早晚来处理啊，哦，所以阮老母我嘛是安尼甲讲，我讲我即摆无钱，我甲你借钱啊，哦，嘿啊，我即摆无钱，我甲你借钱吼，啊，若有一天吼，你若要往生吼，我会甲你诶钱拢摕去布施，我袂互你滴迄个七分之一诶。我予伊得迄个百分之百吼，莫讲死了再甲报死，啊，着七分之一尔，也安尼不好。即摆若看你袂使啊，若变甲报死，这百分之一百，拢伊个功德，啊，迄毋是我谈，迄拢伊个功德吼。所以我是甲招，了即摆伊若真正袂使吼，啊，咱着予伊甲报死，予伊做百分之百，莫死了再得七分之一嘞，安尼不好吼，对无？所以。即个，咱着尽量互减少烦恼，啊，放心啊去往生，安尼着好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即摆着讲啊，即摆我干来会当做，讲即摆伊个迄个铁皮屋啊，组合我着派去啊，啊，烂糊糊啊，都地板拢派去，安着起一间厝互伊，啊，啊后摆着带养老案啊，带往生安尼着好啊，吼，啊，咱会当做着安尼尔，吼，啊，其他会当替伊想的着家己想啦，吼、啊。所以即、这个。愿寿福庙呢，寿命百年无病，无一切苦恼之烦啊。那么这问题，大家家己每一个人家庭家己去想啦，啊，家己变巧啊，家己去想办法啦。每一个人无同款。乃至七世福庙离五鬼苦，生灵天中福禄无极啊。那么咱大家人拢是父母呢，会当离五鬼，生灵天中福禄无极。啊、哦，那么世尊教爱发愿，啊、哦，回向我这个现在甲过去的父母眷属，下面讲一切行门，愿为正道，啊、哦，愿力做咱的引导，啊、哦，既修圣境，所以圣愿其志，啊、哦，那么既然来修这圣境，啊、哦，修行的供养，必须要以这圣愿来发愿，啊、哦，来祈祷。自得尊王君利啊，在生的人甲往生的人拢会得到利益。从七世及已定劫啊，扩充到七世，以及这个未定劫，未定劫就无量劫的老爸老母啊，实在修愿行者自拓其心量呀。这是在修行的人扩大伊的心量啊，扩大伊的心量啊。那么扩大的心量，就讲咱的心爱发菩提心、广大心。今生的福庙、七世福庙，乃至无量无边的众生，
把这个心量扩大啦，哈。那么所以讲，咱这个佛呢教咱呢，爱发这个心嘛，所以发这个心介重要，啊，唔是在迄个形式，啊，就像咱常讲的啊，世间人讲爱烧金纸，对不？烧金纸啦，哈。啊，即马呢，咱学佛的人讲是唔是爱烧往生钱？吼、哦，嘛有人安尼讲，因为迄用心钱，也是要烧什么经，烧什么咒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法门无量啊，每一个法拢有人修成功诶，啊，每一个法拢有人修成功，但是呢，伊成功的原因是在心，毋是在迄个物件，啊、哦，比如讲有个人可能念咒成功，有个念佛成功，啊、哦，那么有个人呢，啊、哦，用种种的物件，人伊要做佛功，要做啥，伊成功诶。啊，咱来念佛的人成功的拢有啦，每一个法拢有人成功，那么拢一个每一个法拢会当成功哈、哦。所以咱来以楞严经来咧讲，色声香味触法拢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哈、哦，所以拢会当成功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就像讲起老的想讲，三枝草啊，摕来呢插的点香呢，做香来拜佛呢，嘛会当成就，嘛会香就对啦。那么迄是伊的心量所发生的。所以呢，简单讲，咱一个人如果我足善吃，我逐天挽三枝草来做香供佛，我挽三蕊花来供佛。那么如果一生一世做安尼，你就成功啊，你就会成功。如果我拢无花无草，我一粒往来，我逐天拢挽一个往来，我就一粒往来拜佛，逐天安尼拜，一世人你就会成功。迄是心的问题啊，啊，唔是讲钱多钱少，什么物件好歹的问题，啊。那么嘛是同款，人有个人修这修那修那，迄足侪人拢修成就啊。啊，成就的人，伊为虾米会成功诶？因为心的问题，毋是在迄个形式。比如讲，有个人是拜佛，有个人是上经，有个人上地藏经，有个上无量寿经，有个上金刚经，有个人持六字大明咒，有个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有个人修虾米虾米虾米足侪种诶，伊拢成功啊！啊，成功是因为心，毋是在迄个形式。啊！啊，咱学佛的人，毋是要学伊个形体。啊，人拜佛，我着学伊拜佛；人上经，我着学伊上经。啊，人若上无量寿经，咱着对人无量寿经；咱若地藏经，咱着地藏经。哈！啊，人若要佛供，咱着佛供；人蒙山，咱着蒙山。啊，人对人行，哈，拢对人行，无家己的路。啊，咱是爱修恁家己的路。哈！照讲来讲，纯讲修往生咒，往生咒嘛是纸，哈，啊内底写咒。哦、那么呢，如果咱用道理甲想看嘛，一切法色声香味触法，凡所谓上皆是虚妄嘛，吼、哦，嘛是安尼讲吼。啊，若讲色声香味触法，如果以真心来讲，色声香味触法拢是如来藏，拢是咱的本性，拢是真如。哈、哦，如果烧纸，纸是色法，念佛是音声，对不？啊，香你用香是香，哈、哦；味你用水果摆，那是味，哈、哦。那么你心中意念法，那是法，拢是色声香味触法。那如果讲烧这条纸有作用，啊，我念这句声嘛有作用啊，对不？你用烧纸，用烧往生咒，啊，到我念往生咒，有啥物差嘛？拢是色法嘛，色声香味触法嘛，对不？纸嘛是色法啦，啊音声嘛是色法啦，香嘛是色法啦，我用香来供养嘛是色法，啊啊但是要发愿哈，愿此香花普遍十方嘛哈，啊你用水果嘛是色法啦，对不？音声嘛是色法啦，水嘛是一杯清水嘛是同款哦，啊所以色也好，纸也好，念佛的声也好，供水果的味也好，啊是讲点香的香也好，火的香也好，乃是心中。啊，意念的话，我发这个菩提心，也、啊、要回向我众生，这个心也好，敢有差？无差嘛？敢一定爱烧这张纸？如果烧这张纸有效，咱念这句声嘛是有效啊。你讲念这句往生咒的声，这句往生咒的声不如这张纸吗？是不是安尼讲？对不？你讲一定爱有纸才有效，啊声嘛是法啦，对不？色嘛是法，声嘛是法。香味触法拢是法，有效一项就有效，无效什么拢无效啦。嘿啊，真的
啊，有效甲无效，就是迄个心的问题啊。心呐，有够到遐，人讲起来像三枝草啊，就有效。你若心有够一粒，往来你逐工一粒就好啊，一定有效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你若无哦，看人拜往来嘛好，看人拜别人嘛好，啊，我就想讲我拜往来袂使，啊，我就来拜别人，啊，拜别人袂使，啊，我来拜苹果，拜苹果无够，啊，啊，来去拜啥？啊，这意思是安尼。念佛无够，啊！我来持咒，持咒无够，啊！上经上经无来，我来灌顶，啊！一直换，啊！唔是讲迄无好，你啊代代听好，我唔是咧批评迄物件无好，我是咧批评咱家己的心的问题哦，吼、哦！咱即下讲每一个法拢有人修成功，吼、哦！所以做施食也好，佛供也好，念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上经也好，拢会成功，做事拢有成功，但是咱拢无成功。那是问题是伫遮，人做土人成功，啊，恁即马学人成功是爱学迄、那个哈，迄、啊那个伊个心，毋是学伊个形式，哈、啊。比如讲，咱世间人讲我要好个啊，我就来学，我学王永庆遐善嘛，安尼我袂好个啊，对无？嘿啊，啊无学讲伊个派头嘛，哈、啊，伊个面相嘛，学是学迄种个经营个理念，甲做代志个方法。啊，甲理财的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智慧嘛吼，学这个、学起来，唔才看会好业的。唔是讲学讲哦，我来学王永庆啊，伊开奔驰，我嘛学伊开奔驰。啊，所以世间人讲，那啊未晓做头家，就学人开车，人开大台，咱嘛开大台。啊，公司开大间，咱嘛开大间。哈、啊，人安尼去应酬，咱嘛学应酬。啊，这个拢了啦，了到无半项。哈、啊，所以做头家唔是学迄个派头，甲迄个形式。那么咱这比如来讲，咱看祖师拢成就啊，人别人成就啊，足侪方法了嘛。啊，咱毋是去学伊个方法，咱是学迄个心。迄、那个心是菩提心、大悲心，哈、哦、啊，坚固相续不断的心，哈、哦，永远无改变的心。啊，每一个人做无同款，出家做出家，在家做在家，哈、哦。如果有一个人扫涂骹，伊大概来扫涂骹。伊嘛会成功。如果煮饭，大概来煮饭洗菜，伊嘛会成功。卖讲所谓就好啊，卖讲哪煮哪配这物件啊。那么呢，啊，侬每一个人插花嘛是同款，啊，你供水果嘛同款，啊，念佛嘛同款，哈、啊，拢会成功，是迄个心的问题，哈、啊。所以咱拄下讲的，咱佛教徒的疑问讲，是不是一定爱烧往生钱？当然有人讲最好最好，啊，往生钱嘛是设法。啊，咱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念佛是音声，念往生咒是声。烧纸有形，念往生咒嘛有形啊，是咱看无尔。啊，咱若虔诚心念往生咒，真是讲骗我改拢往生咒啊。看下你烧伊几张，啊，你烧伊几张无念，对无？真侪人，即卖人拢有烧无念啦，对无？拢叫人烧这烧这烧的，啊，有烧无念。啊，那么一定会抓呢。啊，你若无烧有念，真虚空骗我改拢往生咒，你无看呢？圣人拢有看。啊，所以呢，是迄个心的问题啦。啊，当然，咱是讲，若要做安尼，不如做安尼啦。啊，佮环保，佮省钱，对无吼？免佮烧遐物件。啊，你若要烧往生咒，不如念往生咒。啊。那么不如发菩提心念往生咒，不如呢普为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念往生咒，不是为咱的老爸老母念念，为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念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往生咒，伊就让尽虚空遍法界。啊、哦，所以这是讲这个有个人有这个问题，但呢，啊，佮说倒转来，我唔是讲迄无好，人有人修这种会修好个。啊、哦，啊是讲咱若无迄个心哦，做迄哦。你修过多少苦嘛无效啊？吼、哦，吓啊！迄就是讲咱的心的问题。当然有的人讲，我安尼就供养这些众生，有的众生执着嘛，执着这些物件，伊需要金纸，啊，伊需要这个往生钱，伊需要什么什么什么，伊需要有这几类的众生啊，因为伊安尼修啊，利益到这些众生嘛是有，唔是讲无啦，哈、哦。但是咱重点是讲啊，咱迄个心啊、哦，你要正确的心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咱啊，无一定讲无做就袂使啊。所以咱我拄下讲啊，比如讲，纸是色法，念佛是音声，
咱念佛嘛念规头句去啊，你拢无看，寄你寄到世界，你拢无看，讲啊拢无呢，吼、哦，那么呢有啊，拢你寄到世界啊，寄规堆伫遐，好个假拢唔知，袂晓去领，念念的拢寄伫遐，拢无去领，啊，像我拄仔讲考条，拢无要去报到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同款啊，所以这个即马当然古早嘛。较少有这个问题啦，啊，即卖有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所以看你用什么心啦，吼、哦，咱若用即卖人的观念讲，咱若较环保啦，较省钱咧，较省事咧，吼、哦，咱家己念就好啊，无一定爱烧火啦，吼、哦，当然别人有修，这人已经修成功啊，人伊就安尼修，人伊的心会当是离空遍落界，伊透过安尼，伊会当利益众生嘛，有可能嘛是有啦，啊，但是咱呢？我拄仔讲，毋是学迄个形式。如果你当形式拢要学，你也要对人在家出家也好，你也要对人立中一时，也要对人过午不食，也要对人拜佛拜几百拜，也要暗时也无爱困，规工一直行。吼、哦，那么拢是学遐形式个物件哦，你学袂完啦，学袂完，一世人学袂完。啊，所以这个印光大师毋讲老实念佛，莫换题目。你若功夫一项有够吼，就会使啊。念即句佛呢，也嘛会受惊；念即句嘛会消灾；念即句嘛会往生；念即句嘛会延寿，拢会使啊。因为啊，莲池大师念即句佛嘛会当求福，求福啊，无福啊就念佛就求福啊，嘿啊。所以若囝未生，即囡仔未生，甲念落伊嘛会生啊。毋是讲无生有生，是讲难产吼。你个念佛嘛会生，哈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佛你若有虔诚个念，啊，是观世音菩萨你虔诚念，一项物件有虔诚的，拢有利益啦。嘿，啊，一项有效，你就拢有效啊。啊，所以咱是要学迄一项有效，所以功夫呢，啊，学一步就好啊，哈，一朝半世呢，啊，闯江湖啦，你就会使。啊，无讲别项拢学迄个半步，拢袂晓，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咱拄仔讲，无量根经就是摄这个供养，摄这个供养就是讲要利益众生，哈、哦，所以拢是在这个心，所以讲扩其心量，就要扩充这个心量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么这是讲咱心的问题啦，所以还有教导拢有这个问题，咱莫讲学别人，你要做你家己，你家己做好，后摆给人学你，对无？哦。但是当然啦，咱有成功啦，吼，人把咱学你啊，讲哎，这个、人嘛是真好的典范，伊做每一个人伊的角色，啊，有这伊的方法，吼、哦。那么咱也好啊做，家己也爱修啊成功，唔免讲学别人，吼、哦。那学别人就亲像迄个讲东施效颦嘛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咱人若水吼，生气嘛水啦，若歹吼笑嘛歹啦，对啦。是歹的，清在歹啊！那个家人都要笑，都要哭嘛，是歹啊！啊，你听下讲到这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好，请放掌。
请拍开这个45页。